环宇大世界来看到跨年倒数，世界各主要城市也都进入最后准备阶段。美国纽约的报时水晶球跟纸花都经过仔细的测试，以免在紧要关头的时候失灵，扫了大家的兴。伦敦泰晤士河畔则是忙着部署跨年烟火表演的烟火弹。纽约时报广场29号测试跨年纸花飞不飞得起来，不少民众围观，提前感受跨年的喜气。We won't be here New Year's Eve. We watch at home. We were right there. 1360公斤重的纸花，到时候会飞扬在广场上。这些纸片上以40几种语言印上广场访客的新年愿望。民众跨年时手一伸，就能抓到某个访客的留言，意义非凡。除夕前一天，广场上测试跨年水晶球，确保倒数时水晶球能顺利下降。这个水晶球由2688片三角水晶玻璃拼成，主题图形是领结，由赌城枫丹白露业者设计。除夕晚上11点59分开始，水晶球会从顶端持续下降60秒，陪广场上的民众一起跨年倒数。2024年几个大字也竖立起来，闪闪发光。英国伦敦的跨年烟火团队27号开始就在泰晤士河畔的大型驳船上部署烟火的火药。This year's show is close to 12 minutes long, showing off the diversity of London and just a celebration, really, and hopefully everybody will enjoy the show. 伦敦跨年烟火总共要用掉12000枚烟火弹。20人工作小组把这些烟火弹部署在3艘大型驳船上，30号准备就绪。综合报道。